san siddhi hom om guru 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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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siddhi hom。那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真佛经》里面这个“无念”两个字，那么有人呢就讲说石头无念，那么他就是佛。那么我昨天也提到这个差别在哪里啊？因为人呢跟石头啊，不可以相提并论，有很多事情啊是不同的，像这个鸟跟鱼啊也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鱼啊只有在水中游，鸟啊它在空中飞啊，各有不同啊。事实上啊，这个鸟的志愿啊跟鱼的志愿啊也不会一样的，所以他的念呢、啊、也不会相同的。啊，有一首诗啊是这样子讲啊，水清啊鱼转叶啊，花静啊鸟谈心啊。这个当然都是诗人的幻想。鱼转叶，这个叶也是虚幻的。鸟谈心呢，这个是可以讲得通，花静啊鸟谈心，但是鸟的字跟鱼的字不同，所以讲石头无念啊跟人啊不可以相提辩论。那么这个说石头无念就是佛，其实他就是只知其一啊，不知其二。因为佛本身啊，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佛是什么呢？一切知智，两个智慧的智在一起，一切知智就是佛。这个知智两个字啊，就是全部的智慧啊，应该讲是全部的智慧。石头啊怎么有智慧呢？人是有智慧的，石头是没有智慧的。石头跟人啊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一切知智就是佛。这为什么用两个字？主要是他的智慧啊是佛慧啊，如来的智慧那是很不简单，在我们密教里面呢谈到五个智慧，佛具有五智的法界体性智。什么是法界体性智？就是你人身体里面呢地水火风空四这六大相应宇宙的六大，全部都是法界体性，地水火风空四全部都是法界体性。这种智慧啊是无穷的。另外还有大圆净智，大圆满的一种智慧，像光明一样的普照，非常圆满光明的，像大圆镜一样的智慧，叫大圆镜智。还有妙观察智，你所知道的是很微妙的观察，胜过一般的观察。这种智慧啊，是最高的，最高的观察力。妙观察智。平等性质，
他进入最深的意识里边呢，知道宇宙的一切最深的意识是平等的，这一种平等性质只有佛的智慧才有的。成所作智就是成就一切所为的，你的只要你想做的你就成就，而且不会有错，不会有漏，不会有错，这是成所作智。这如来的五大智慧啊，佛的五大智慧在密教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五大的智慧只有人本身去修才能够成就的，石头是不会成就的。那真佛宗啊，以这个无念为正觉佛宝。你修行进入无念的时候啊，就深入虚空之中，由虚空之中啊取得到的如来的五大智慧。因为你进入虚空，进入定，由定可以生慧嘛，生之诸啊智慧出来嘛。那么智慧里面呢，它密教里面的五大智慧里面呢，在充满整个虚空之中里面就有的。所以人啊进入定中成为一，一再化为虚空，从虚空中取得了五大智慧而成就佛慧。这是人跟石头之间的差别，石头怎么能够成就呢？所以不能讲说石头无念呢、啊、它就是佛，而是人无念呢、啊、入虚空中，从定里面呢、啊、取得到真正的五大智慧。啊，单单这个成所作智，这个就是神通。你一切想要为的你都可以成就，就是成所作智。这种智慧啊是非常微妙的。啊，佛就是一切智智，人能够成就佛，石头便不能够成就佛。所以石头虽然无念，那只是它的空性，只是它的空，便不能产生光明。人在空性当中也有它的光明。我们真佛宗的最高成就啊，就是空性无念，然后再产生光明。啊，这一片光啊，也可以讲就是智慧，就是波叶之光，就是波叶之光，五大智慧的一种光明。所以我们大家了解以无念为正觉佛宝，我今天就已经就给大家讲解得非常清楚。无念空性，但是空性里面有五大智慧这个空性啊是正觉佛宝，因为空性里面具有五大智慧可以产生光明这个就是真正伟大的地方啊，就是在这里。不能讲说这个石头有空性它就是佛了啊，看到那个沥青啊，我们铺在石头上面的柏油，这个也是它没有它无念了、它也是佛了，沥青佛，石头佛，再看看什么是佛，地毯佛啊，地毯它空性嘛，它没有念了，无念了，地毯佛，毛毯佛，这个念珠也是空性嘛，念珠佛，世界很多东西都成佛了，都成佛，只有人还没有成佛。